的驾驶行为哈，超大部分都在六七十公里，最多是七十几公里。就侧面了解，有发现到有年轻人哦，考上驾照，新手驾车，然后就到139线来骑乘机车，然后未注意速限哦，然后遭行为。最多我们大概开罚几件？大概都有的有。七八件，甚至于最多到16件。在这边呼吁年轻人到139线来，应该要放慢速度。然后，如果你违规的话，机车一件有罚金是1200元，如果超过10件，就超过10000元。